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老狼。最近拍的视频都知道我在改我这个羚羊车，然后把这个拖车钩已经改好了。昨天就开始拖这个，用这拖车钩拖着船出来抓鱼了。大家伙一直都想知道说狼哥抓鱼抓什么样，想让我出去抓鱼的视频。今天就给大家伙出一期抓鱼的视频，把这个船卸下来啊，一会儿咱们去起那个我下那个花篮，不是地笼啊，不是那种就什么都能上那个地笼，是花篮，只抓大的，小的有也放吧，有那个小的也直接放生了，就留大的。卸船，好了，船已经下水了，我外边后边坐这个电池就为了带它，看，速度还是蛮快的，看，速度还是可以的。咱们先去看看笼子今天收获怎么样。走，出发。看这个网，看这个网，还往下走呢，还往下走呢。这里应该爆了。哎呀，哇，咦，这大鲫鱼，漂亮。这大鲫鱼，这么多。哎，放到仓里边。动了，看这里有多少鱼，两条。这个笼子，看看里边啊。四条大鲫鱼，看，漂亮。看看我竟然看见了什么，在这儿，差点就给碰上了。差点就给碰坏了，兄弟们，看是什么？这鸟自己，这鸟自己把它扇上来，我差点就碰上了。看看，咱们还盖上啊，不动啊，咱们不能动，这是保护动物，看一眼就行了。五个鸟蛋，不知道什么鸟的，还有意外惊喜，你放心啊，兄弟们，我这个人还是比较环保，意识挺强的。这种那个野生鸟类的蛋绝对不动。走，为了证明清白，我马上就走。这种小鱼直接就放生了，长大了再回来吧。在下里边，这笼子里边鱼劲儿挺大呀，过不去呀。哎呀，噼里啪啦的啊！哇，哎呦，大家伙，就这么多，还有一条黄辣丁，还有一条黄辣丁。哎呀，好多呀！发财了，发财了啊！有鱼，但是不知道鱼多少啊？忘记拿棍儿了，拿桨吧，看看。见证奇客实证的时候了，哎呀，这大鲫鱼漂亮，哎呀，纯野生大鲫鱼啊，兄弟们，这颜色焦亮黄，颜色全是黄的，但是没有货，空军一号。哎呦喂，哎，这条还大呢，这条能有七两，这条大家伙能有七两，春野生大家伙能有七两，就这一条好大，上来一条小黑鱼，这么大点的，去吧。大爷还没发工资呢，皮肤冷冻啊。
劲儿挺大呀。看，就两条，不过颜色真好，这鱼这颜色金黄金黄的，黄金鲫呀、啊，黄金鲫呀、啊。这笼子都立起来了，也不是鱼多少多多少，鱼肯定是有，但是，哇哇，两条黑鱼，两条黑鱼，一条鲫鱼，小黑，这条鲫鱼还不小，哇，呵呵，哎呀，小宝贝儿，你吓坏了吧？这两条黑鱼在一个笼子里头，跟你在那噼里扑隆的，你说？那吓坏了吧，这家伙不都追撵咬你啊，呀呀呀呀，收拾收拾，往下跑啊，这个多，我操，哎呀，大鲫，哎呀，不少啊，哎呦我去，哇，是大鲫鱼，漂亮啊，半斤的，半斤的三条，漂亮。这个网离多远我就看着点嘎动。哎呦，嚯嚯嚯，哎，我满了，满了，嗯，二号。哎呀，爆笼子。看这鱼，看，哇，有鱼，希望能爆网啊！笼子已经翻了，网已经翻了，看看这什么效果？哎呀，三条，最后三条鱼，今天丰收啊！今天丰收啊，能有三十斤鱼。哎呀，这是今天的鱼货，一会儿去卖鱼，看看今天能卖多少钱。大家伙都想要看，看我一期抓鱼的视频。哎，看，大概能有30多斤。一会儿咱们去卖鱼，我得去打个羊走。都劈不了，刚弄出来。一共30斤鱼，卖了120块钱。我们这鱼太便宜了，4块钱。行了，这集你们是想看鱼吗？鱼看见了，包括连卖鱼的起鱼都让你们看着了。拿卖鱼的钱去买那个海绵去，准备回家包住。拜拜。